民当然是只要是欧洲人、美国人，然后接下来可能就是华裔了，还有就因一般是苏里他们接种的那里的游行。中国人春节每年也有的，就是有十万人吧。印度人的特点就团结性强，中国人在卡尔加里一百多个团体，印度人只有一两个，所以他市长就是印度人。卡尔加里的市长在发免费的，他在发。澳洲有免费的书，印度人的游行，他们叫光明节，实际上就是锡克族的一个春节假日。Beautiful weather. So we have to be very grateful for that. Bhakti, you can see the sun in the sun. You can see the sun in the sun. You can see the sun in the sun. You can see the sun in the sun.
店拿饮料啊，拿比萨饼啊，都是免费的。那这个在吃是比萨饼。那就一家人住在这里多好啊！游行发免费视频。